주변 환경을 잘 파악하라고. 근데 여긴 축축한 지흙에 거머리가 있을 것만 같아. 我要文经验的。 两个眼啊，直接叫。 还抓，胆子大越的，小丑没来，上路被单杀了。大姐，这没什么用。小丑来的话就一定能越的，这种刚刚他们就一级包月。 待会儿应该会游走吧，这派克看到对线打不出什么东西来，现在应该马上游走了，就把线放出来，看打出点东西来。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可惜，这个勾太可惜了，这个勾到就有击杀，造成击杀了。对，这个勾太可惜了，他有点着急的。其实不用急，轮子骂把 E 交了，该急的是轮子嘛。 我们派克就不用着急了，能来吗？你兄弟先到，别怕，跟他打。对，你的兄弟先到，你不要怕他。 杜城掉了，好难受哎！没有吃到这个头，杜城还掉了，没换扫吗？轮子妈不推线吗？他其实现在应该。 可能最想做的事情，很难受了。哇，这波玩的很离谱，你知道吗？我。
哇，这我不想，不必多言，这波当差点当战犯了，我其实已经当战犯了，不会死的。这波应该是个零换三的，但是被我自己打成了个一换三。我靠，这波纯战犯。难奔，有点难奔。哥们，这样技能全冲，技能全空就好难受哎。这波也是个击杀点。对，这波你没杀掉，这也是必杀点。我用 Q 帮他破盾了，那感觉还不如我等一手，用那 Q 打他魔法盾上，给他回了狗血，还加速。泰克好像也死了，然后就闪，停一下，把泰克也害死了，烂掉了呀，烂掉了。扭一下 ，OK。起飞！这波他们有点瞧不起我啊，感觉。对，就感觉有点瞧不起我这打的。根本在他们脸上，他这样还这样玩。Go go go go， 出发！갑집유물도좀발굴하고나쁜녀석이학살중입니다세상도구하고뭐영웅의흔한일상이라니까재밌겠지啊，真的假的，不实现了。哎，这什么出装啊，这卡塔丁这么肉啊。哇，卡塔丁这出装有点变态啊。意思就是大招吧，我感觉大招能出大招，大招干可以。哦吼，还有助攻！哇，不仅有助攻，还有300块钱！我靠，发工资了，老板，太客气了，老板。谁呀、啊？卡拉丁，感觉他打不过我，感觉。他这个出装很肉，伤害没有那么快，但也是有伤害的，打我这种小脆皮了。
他一套打完的话他就有点招不住了。看到我放大招了，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나중에불러서그물이나발굴해야겠다사모被压压这么惨만하네청구선은우리삼촌박물관으로八级打十级，感觉单带后面单带线会不会不好处理？单带线可能有点难玩。打队友了，艾克到了，他往回站，只能说明艾克到了。卡萨丁在下半区。中路线不好抢啊，他电到了。中路线这样，中路线不好搞，跳上跳连。我靠，走位这么好，这小走位让我眼花缭乱。回一下吧。啊，泳装派克。这哥们这是什么理解，派克都能做泳装啊，这派克有技能吃 AP 加成吗？他就纯粹的 Q 中然后挂个泳装再E过去打控制吗？这个理解我有点我不知道，没见过呀，真没见过。对，这个泳装派克我真头一次见。哎，小心啊，艾克在啊，下路两个，那我中路可以打得狂一点，能搞他一波，但这小子装备有点好呀，不一定能搞他呀，艾克往中走了。那灯也被排了，劝你冷静一下啊。OK， 没变化。
还在操作，还有 Q， 感觉主要我没什么蓝，我交替我也没有什么把握。怎么说刺客，我玩的其实是刺客，不是 AD 之一。对啊，哪有 AD 这样子一上去把人给偷着的。对，其实玩的是刺客。哎，我他妈我传不了他的蛋，我操！为什么传不了他蛋？我刚传了他蛋了，看到传不了，我直接换目标了。在这两个位置其中。OK， 嘎了。走了，顺便吃波线。扎克的那个被动能传，但冰鸟这个蛋反而就不能传，就很让人费解点啊。好，爽快。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呢，可以帮主播点一下右。